一二三五六七啊、哦。可以十三个啊，三楼可以停几个？三楼可以停三个小屁孩。不是三楼，是给车子溜滑梯的。嗯，他这样子，小屁孩又要冲下去了。Oh my god！ 啊，姐全部塞车了，我不要下去了。啊，撞扁了啦！我们小乖都很喜欢把人家撞扁。很好笑你，托米卡，小乖停车卡吗？啊，怎么可以插队呢？哦，那你跟小乖说，你们好好沟通。小乖怎么可以超车？嗯。哦，小乖，人家超车哦，那阿伯把他收起来了。嗯，好，好了，换你了哈、哦，小乖要把它用好哦。哎，那个是柱子哎，要捡起来哎，不然它这个会坏掉哦。这个蓝色的，对，这个要装在这个下面。我跟你说，装在这里，嗯，装在这个的下面，不然它会坏掉。你可以帮我装吗？你不会装哦，那怎么办？乖乖可以帮我忙吗？装在这个的下面。哇，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个洞？嗯。然后这个给它装上去。对。好，你把它装好。有看到吗？哇啊啊啊！怎么把这个拆下来了？